我是刚关电视的，来掰心里。板，吓死人了。那八零八零我想扔了。那个是2月25号上的，哎，瑞芳的。9:45，我还是23次，瑞芳发的江山银行加一。4030次啊，4030发这种表现很好的。去捐客车，924千块哦，4030次。后面发这张表现很好的，盈利说一下，三分钟就完成，924千块，谢谢各位的帮忙。就这样，好吧，9:46，我决定算了，还是今天再去那个好了，是吧？因为其实还蛮累的，都。反正今天礼拜天去看看吧，谢谢各位的加油。